电话打在静静流量的下面。三月十三，明仔载啊六点准时啊，要来起码吼，来前往屯港进香吼。啊，今日是咱社天台啊，咱非常感谢咱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大家辛苦吼。尤其咱今年林友年啊吼，啊屯港进香啊，咱中华妈南苗疆中华妈是台湾第一个进香团。遵守着古咧用上传统的啊科技啊，包括有换龙袍、对龙吟啊，这是咱中华妈啊，对本港进香的特色。咱欢迎啊，全国各地咱所有妈祖的信众大德，拢会让来参加咱中华南苗疆中华妈本港进香的整个过程。欢迎大家来参与、随香，感谢。